今天应该是上岛的真正的第一天，吃最丰盛的一顿。首先从打火开始。哎呀，我现在感觉都头晕。头牌，头牌，好。突然过得精致了呢。正好可以，就是个沙子，确实沙子。你们不觉得把生蚝放嘴巴里，然后品那个沙的味道也挺爽？全赤萝卜，咱今天晚上在那个卧室里六个人集体放屁，这老味儿了，我跟你讲，集体放屁，香，特别香，没想到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然后也不知道能吃到什么吧，一切就随缘嘛，就可能你采集到的食材和你拆开的快递，一切都是未知的。继续坚持所想，做你想做，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，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，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。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。